喂，你好。嗨，你好，哦，你不是张姐，嘿，你好，你要问什么？你讲。我是讲我在迄田啊吼，啊，拢会抽抽尾安尼啦。抽尾啊。哎呦，啊抽尾啊，上好迄啦，要那个若要收成，差不多看安怎，是拢互规丛带才收成，还是迄落无带就收成安尼啦？啊，若加落菜，拢会出青起来安尼啦。嗯。啊，我甲迄落阿宝老师。问一下啦。OK， 好。红葱头吗？葱头吗？你是红葱头吗？对，红葱头，啊，伊拢会收尾，啊，毋过拢拄啊变无头，啊，迄会画画啦。哦，你讲的是不是团练袂吼？对。老师，那你大概知道意思吗？老师。嗯。好，安尼你听收音机吼。好，谢谢。啊，拍摄的贵姓？这张啦。啊，张，好，谢谢，好，张大姐，好，谢谢，来，阿宝过来，这个诶 ，Q 尾吼，这个 Q 尾呢，可能就是真有可能啦吼，这唔知呀吼啊，但是呢，应该那无啥物意外吼，这应该就是长啊，有一个就是讲进前有钓迄、那个啊，这种炭疽卷叶病吼，即、这个一种炭生啦吼，就简单讲就是安尼吼，所以伊咧钓病啊，钓病了吼，伊就即个心尾的安尼 Q 尾吼，啊，这会去影响到伊个。你临工那是有看到吼，就是讲你咧用的时阵，就比如讲你咧收的时阵啦吼，那么要留迄个吼，要留起来做种的啦吼，那么你的其实就是讲尽量迄、那个甲迄、那个球的迄、那个吼，卖留啦吼，即尽量吼，尽量卖留迄种物件来啊，啊无吼，伊那阵即个时间无拄好吼，伊迄个。啊，较容易呢，会安尼，即个就比较容易安尼抽哦，拜较容易掉病啦。即简单讲是安尼哦，所以那么一点就是讲咱咧种的时阵吼，因为即红葱头，是要做种，啊，你就是咧选即下吼，即下个你后一边个较种，那是湿度较悬，伊就较容易个出现着即个问题啊。所以你也是留起来要做种的，嘿，你就是想着爱提出来小。就撒一个啊，这个一回啊，吼，就讲保持迄个打扫，那么卖互伊吼，卖互伊，即个又搁压起来，你啦，所以呢，这是咱伫这个管理上呢比较啊，爱注意的一个这个所在啦，吼，所以这个是会的，吼，这是伊感染着，吼，所以尽量呢是会晒啊。那些晒呢，得警戒有吼，还有得病无啊多啦，这。你看到伊这个心尾球球啊，吼，小注意的讲，要留起来做，因为咧收的时阵，咱无可能讲吼，无可能讲这个全部哦，拢会烤烤起来，放底下的小个拍一下，啊，该困起来嘛，这通常是安尼。那么咧困的时阵，你就变作讲。是有家己去敬啦，咱横里要做迄、那个，啊，家己去敬。即、这个家己去敬敬迄个较无球的，要留起来即个做证，安尼就较无问题啦。好，那么因为即个物件，咱袂讲起来就随摕落去证嘛，是毋是安尼？好，袂讲咱起来，咱袂讲随，无可能先摕落去证。我证的时阵嘛，到即、这个差不多，那是上早应该像。客家这边吼，客家中洲啊，这只因咧种，应该是差不多拢伫农历爱差不多八月啦吼，就是、差不多拢伫白露遐靠种，一般通常是拢伫差不多伫这个白露迄个所在，就是农历的一个八月应该拢是白露后啦，白露后开始种。那么种落了差不多是这个三四个月嘛，因为看看所在啦吼。那么三四个月会当收。这物件落熟收，来改这个采收起来。那么咧采收的时阵吼，那就是会当去敬。比如讲，咱作者拢是先烤起来，啊，底下小花杀进嘛，啊，即马较困困的啊，困困的提灯来处，再灯来处理，搁个白搭。啊，你咧敬，你咧敬一那是会晒的敬，迄个无球的，爱有球的，你就可以白白的，也是讲要处理了，你就提起个白，提起白掉嘛，即后摆呢就较无迄个问题，就是讲过境过吼，尽量那些晒呢，应该是了解即个过境过安尼吼，
所以如果有一个这个安尼在处理吼，应该呢就会比较较好啦吼。那么啊，过来就是讲有时爱较高不易吼，就是可能就是指你拍的时阵，你哟吼，迄阵拍了较无遐大小款啦，担心呢，伊就真有可能吼，真有可能就压起来吼。那么这可能爱小知影者吼，所以每一年吼，大概咱差不多就是白露后就开始有人咧种，有的人会种较慢啦吼，啊慢慢啊，即、這个一直咧种吼，即、這个通常啊，若是开始呢，就是一般拢是过年了吼，过年了一直到差不多清明前迄个时阵呢，就差不多拢采收起来。那采收起来呢，啊挂咧甲拍个打是安怎吼？啊，即、這个就是一定爱个打啦，跟我打，伊就较袂个顶不硬安尼吼，所以。只有你小知影，啊，这个小话吼，这种物件呢，确实是个小话哈。这点呢，一定爱小来改，这个小来改，这注意者哈。那么通常咱那是伫这红葱头吼，红葱头咱葱啊头啦吼，这一般咱咧讲红葱头还是红葱啊头吼。那么因为有当时啊，你讲红葱头会含迄个洋葱吼，迄个紫色的迄个红葱头哈。红色的葱头去南州，为咱一般来讲葱啊头吼，啊应该就无啥物问题。红葱啊头吼，你照台语咧念迄个葱啊，一定爱念出来。哦，因为你红葱啊头甲红葱头，哦，你啊照国语念叫红葱头，安尼咱有可能咧台语咧讲红葱头是紫色的迄种紫色的迄个洋葱啊，紫色的迄个葱头这种的。有人讲你甘得爱遮尼啊讲究哈，这有时啊就是安尼哈，这大家讲我好势哈，啊，这互你小做者这参考啦哈，所以一般来讲啊，就是尽量要种的时阵种，爱小挑一下，啊，无就这哈，啊，这问题会较大啦哈，啊，有的人会去介意这个芝麻哈，有一种哈，就是讲啊，利用这个健康种苗哈。那么就是讲利用伊的这个经济哈，这个啊，伊来解扣伊的积累种哈。那么一种的一个这个哈，就讲，但是即马真济哈，真济咱是可能是多数啦哈，那是讲许呢，拢会去那积无问题哦，那用积呢哈就没有什么问题哈，但是。啊，你爱长爱健康，不过迄种会加足久个啊，真侪是拢用咱诶用迄红头诶红葱啊头诶一个许呢来甲伊啊来甲伊许，伊是有籽诶吼，伊会籽爱开花吼，啊伫籽内底伊是袂烧个，啊你若用迄个红葱啊头阁继续来种，即得爱敬吼，你得爱敬起来吼，所以啊总讲因求啊，咱尽量得卖用即、這个。卖用长头的这个吼，有的是用分的嘛吼，就是讲这个一挂加药啊 ，QQ 的起来分啊，这其实是点子呢，可能是都较好，啊，这那是要大爱时阵过好势，啊，就无啥要紧吼。啊，但是你若用迄个红长啊头过来种，可能得爱用较水的类吼。那么这滴籽的部分呢，是袂烧坏吼，问题较细，啊，不过伊咧种的时阵，一开始一定爱顾好势吼，这大概是安尼一个情形，对，但我好朋友小做一下了解哈，嗯。